好，大家好，我叫张涛。今天我给大家讲下的是购物车的练习，主要呢是讲的三性的应用。我们上节课呢讲了一下的商品的信息管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实现商品信息的增删改查，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去发布商品信息，可以去浏览商品信息，然后修改包括删除。我们在这个商品信息的基础之上呢做一个是三性的练习，就是购物车。那么我们这里边的操作的形式呢，结构比以前稍微呢复杂一些，因为这是在原来的项目基础上，就是原来的功能块上继续写代码，所以说呢，这大家呢需要是费点心，然后去多看看里面的代码结构。对，那我们会在这个目录上面呢进行一个调整，也就是说多添加一些信息。原来的增删改查呢，我这不动，我们在这基础上就实现一个商品的一个购买就可以了。那我们应用的技术呢是 session 技术，我们也简单来看一下的，就是这个 session 化技术选择。我们在这里使用到一个叫超群群受阻，这个超群群受阻它的主要情况呢，就是我们在网站进行购买的时候呢，可以去实现信息的保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 RTU 协议。大家在接触过 RTU 协议的话，好像都知道，我们这个呢是网站里头需要注意的，就是我给大家去看一下吧，在这里的我们去看一下能不能上网啊。啊，抱歉啊，上不了网，那就算了。我们呢是在这告诉大家一声，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就是接下来我们实现的就是购物车的练习。好，我们把这个结构呢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的。我们在这做的呢是叫购物车。对，练习，然后应用的内容呢是 session 技术。对， session 技术，这是我们要用到的。 session 叫什么呢？叫绘画技术。对， session 绘画技术，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主要原因特点呢，就是因为 RTU 协议呢是无状态的，我们来解决状态呢，我们用到了一个 session。session 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呢，就是实现绘画跟踪。所以说我们最大的特点呢，主要用 session 做了一个信息，就比如网站登录啦，然后呢是这种购物车这种状态信息维护，我们去实现它的。所以说我们实现目标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商品信息的在线增删改查的基础上，对，基础上实现商品的购买操作，然后对购物车的管理做一个应用。车的管理做一个应用练习。好，这是我们这里边今天的重点任务给大家去介绍的。那么这是我们上次课应用的技术，那么本次的技术呢，本次涉及到的技术呢就是 session 的应用。我们这里说一下的是 SSION session绘画的应用。好，这里边呢我们本次的使用到的技术是这个，这是上次的，对，上次的技术，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的啊。对，好，本次的技术呢我们使用到的是session 技术。然后session 这块呢主要特点呢，它是有一个叫 dollar
下划线我们会使用到的，然后呢是 session， 我们称为这个叫什么呢？叫超全局数组，对，它是一个超全局数组，它的特点呢可以去维持当前用户的状态，当前用户的状态，而且呢是就是信息内容是保存在服务器端的啊，这就是我们用到的一个 session 的这个技术，它是保存在服务器端的，然后用一个操作。那我们看一下子这个主要技术是在哪一块，就是这块超群数组。我们在系统的这个语言参考里面，就是整个手册里啊，然后语言参考里面有个超群数组，这个超群数组里面这些呢我们都以前呢给大家去介绍过，其实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到了 Globus 呢，这个呢是它的所有的统称，就所有的都是放在这个里面的，所以说这是一个超全局的。然后这里面呢叫 server 是服务器端的一些就是服务信息，这个服务信息包括的是客户端请求的一些，还有是服务器端的，包括 IP 地址啦、端口啦、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啦、浏览器版本等等，这些信息全部在这存储。这个 get post 呢是我们的请求对象信息， file 呢是做文件上传，我们以前讲过。然后 request 呢是结合这个叫get 和 post 的一个请求的信息，当然里面包含 cookie操作。这个呢是全局变量，就是我们的那个环境变量去定义的信息在这存储。那这个 cookie 和 session 呢主要是解决互化跟踪技术的。这个 cookie 呢是存在哪，是存在客户端的，而 session 呢是存在服务器端的，所以说我们用于这种安全登录或者是那种叫购物车，我们都是用 session 技术解决。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它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一个页面里放置，对，例如在我们在这里的先说一下吧，简单操作，对，它的简单操作。那我们在这里的是放置操作，怎么去放，对，放置，也就是说向 session 中放置，怎么去放呢，实际上是到了下划线 session ssION， 然后中括号里边写一个叫 name， 我们就可以往里边放一个值，比如叫张三，这种信息就往里放的。那我们取值呢，来我们看一下的取值，它的形式就是 echo， 然后直接输出到了下划线 SSION session， 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值呢就给它取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放置取值的一个特点，其实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数组就可以了。它特点呢可以维持状态，怎么维持我们来去说一下的，在一个页面放到另外页面，我们可以把值取出来，这就是 session 得到的特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里边呢是它的一个上节课的一个应用。那这节课呢我们继续在这里边去写去做我们的操作。首先第一步，来我们说一下的，就是购物车的具体实现。刚才我们只是简单说了一下的它的应用，那我们去说一下的它的技术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的，之前那个就不管了啊。第一个就是准备工作，准备工作。那么工作里边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原来的网站的界面上面呢，我们去把这个 menu 打开，去创建两个超链接，这里我们需要做的，在 menu.php 中添加两个超级链接。两个超什么超链接呢，就是查看
就是我的购物车，知道吧？我的购物车，这是这两个购物车，还有呢，叫清空购物车。对，清空购物车，这地方呢，我们实现这两个超链接，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好，我们就边写边去实现代码吧。我们打开这个 menu 这个页面，然后在这个里边去进行实现。那我们去打开这个地方，加一个竖线，我们再写一个超链接，来 A， 然后 href 等于，我们写一个叫 show， 叫 card 吧 ，card 点 php， 这是代表的是浏览购物车。那比如叫 A， 啊对，我们叫 my 我的购物车，那就 my 吧，好吧，那就是代表着我的购物车，好吧，嗯，好，下一个竖线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操作叫什么呢？叫 A， 这样叫清空购物车等于，那这里边呢来一个叫 clear cart 清空购物车点 pp， 然后呢写一个 A 结束，叫清空购物车。好，清空购物车，好，竖线保存。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做的是购物车的一个处理，这是浏览，这是添加信息，我把这个添加挪到上面去吧，放到上面怪怪的，好，这样的话呢颠倒一个顺序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浏览一下的看看效果，刷新一下页面，这就是我们购物车的一个操作。当我们点击这个的时候，将会看到自己购物车的信息，当你点击清空购物车的时候，购物车信息将会被清空。具体的操作呢，我们之前带别的学生做过，我们来看一下的以前的效果。好，来，这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的网站的效果，来大家看一下的。在这个页面里的，我们可以去添加商品，也可以去浏览商品等等这些操作，在这里可以去看到信息的编辑等等操作，我们试一下的。我们选择清空购物车，哦，抱歉，这个之前没有做完。对，我们来看一下的是添加，点击放入购物车 OK， 然后去查看，这时候就能看到购物车信息放了一个，然后再去点击浏览就可以浏览去买东西这个操作。嗯，好，这是我们之前去带学生给大家去做过一个界面。嗯，那好，我们来去实现我们这个，这是第一步做的，这个两超链接我们建完了，现在页面是没法点的，点完之后呢也是一个看不到的。对，好，我们继续往下写，继续往下写第二步。好，我们第二步实现的内容就是在什么呢，在我们的那个就是浏览页面里头，就是浏览页面是哪个，是 index 的，对， index 的点 pp， 界面中添加放入购物车的链接。好，这个是我们要做的，放入购物车的链接。好，那我们去打开这个 index 页面来去添加购物车的一个链接。好，来看一下的打开，在这个页面的浏览这个部位有它的一个叫什么商品的删除修改，那我们紧接着呢再去添加一个链接。好，我们来去写一下的，在这个页面里的，好，我们打开回车 A，然后是 href 等于单引号，然后我们放入购物车这个操作呢，我们去哪呢，去一个叫 add card 这个点 pp 界面。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会创建一个这样的界面来去实现什么呢，购物车的一个信息添加操作。好，我们是问号，然后加一个商品的 id 号，因为要告诉他我是添加的是哪个商品放进去的，然后是 $row中国号，然后呢是冒号 ID。 好，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实现的是箭头叫放入购物车，放入购物车。好，之后的话我们在这里选择是 A 结束。好，我们看一下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放入购物车的一个超链接就建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的效果。然后浏览商品，这时候你看有一个放入购物车链接，
我们在这里头能看到这个四个商品，我点击哪一个都是选择进入放入购物车的。你看这个商品是6号，我们点击这个放入购物车，你看跳转的是一个6号的 ID Add Card 放入购物车的。然后笔记本这个我们点击进去也是这样子的，放到是一个4这个信息，也就是说我点击是哪个商品呢， ID 号就会传到这个购物车界面。我在这购物车界面里的实现的呢就是购物车的信息添加。好，那我们在这页面里来去实现一下的啊，这个就关了吧，这是以前做的。好，我们去看一下的，在这个导航的这个部位的，我们去新添加一个，这是一个叫什么的 Add， 然后是 cart.php， 这是叫什么添加购物车信息的操作。对，这就是往什么呢，这就是往向什么呢 session 中放入要购买的信息。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来看一下的。我们去创建一个这样的界面来打开。为了能实现这个页面的统一效果，我们最好是复制一下这个 index 这个页面 ctrl-c 复制一下，然后在这选择编辑，我们叫 add cart 在这页面，然后在这页面里呢我们点击浏览。好，打开我们看一下的。好，我把这个信息呢都删掉它，我们继续自己去写好吧。首先第一步呢是导入不灵验，第二步呢是获取数据库连接，然后选择数据库，这个都没问题。第三步呢执行数据查询，这个呢我们要删掉了，这要删掉了。我们这个呢是放入购物车的页面，不是浏览，所以说把这块呢删掉它。对，这个呢是叫什么添加购物车，添加商品到购物车，知道吧。好了，这个呢是我们要去显示的。好，首先呢是这样一情况，我们在一个商品的浏览页，一条条商品，然后会有一个按钮，我们一点击就是说我点击这个3号，那么就是3号商品会放入购物车，我们传的呢就是这个3号的 ID， 然后传到这个页面。在这个 Add Cart 这个页面里呢，我就根据这个3号呢把你的详情取出来，然后放入购物车。也就是说我点击放入购物车这个按钮的时候呢，就这个地方放入购物车这个按钮，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放入购物车按钮，点击过去的时候并不是把整个商品信息都给它传过去，而只是传了一个商品的 ID 号，目的呢是到那个页面我再取，因为传整个信息的话是有点太多。我们为什么要在购物车里头再重新再取一下呢？原因就是我们要放的时候放的是全的信息。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做。在这个地方呢打开，我们在这里头要做一下的。首先呢这是输出到浏览器，并不是的。我们这里边是从数据库中读取什么呢，要购买的信息，并干嘛呢，并添加到购物车中。对，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说第一步导入不灵验，第二步是什么，是我们获取数据库连接，选择数据库。第三步呢是执行查询，这个地方执行查询的目的呢是获取要购买的信息，这是我们要做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用的一个操作叫什么呢，叫 while 条件， while 条件 ID 然后等于我们用花括号$下划线 get 中括号，然后里面是 ID。 因为这个地方放入购物车那一刻的时候呢会传一个信息过来，看传信息过来，这个 ID 传过来，那我在这接收 ID 的目的就是拼装这个语句，查询出来你要购买信息，知道吧。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件事情，就是判断，第四步判断是否找到要
购买的信息，这我们做操作。那我们要这里头获取要购买信息，然后看一下的怎么做呢？如果括号判断一下的，如果这个思路句执行错误的话，这个 resource 将没有值，知道吧？就拿到的值是一个错的空的，所以说我们在这先判断它。如果你有值，并且 MySQL 下划线，然后是 number， 然后呢是 ROWS rows， 判断它有多少的数据 RESURT， 然后如果是带零，代表的是有数据，知道吧？那么这是我们做的操作，否则的话就是 ERSE 括号。在这里的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没有找到你要购买的信息，加一报错，然后是什么呢？叫没有找到要购买的信息。这个是说实话是不好拿到的，是一般的情况不容易出现这种信息。你看我这里传一个比如80这种一致型，它确实说没有找到要购买的信息，知道吧？没有购买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呢是不容易出现，知道吧？好，那么如果进来的话，那我们在这里头就执行购买就可以了，是吧？进行购买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判断总是感觉怪怪的，是吧？我们不如在这里头是什么，直接加一个empty 为空，对吧？或者它的值是怎么样，等于零，这种信息我让它报个错，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否则挪到这个来了。好，这个形式我们就报这个信息。好，判断是否找到要购买的信息，这地方应该是判断是否没有找到要购买的信息，这是我们第四步要做的。那么接下来第五步我们就可以写了，就是我们这里的下来操作，否则啊还是要写这个值，是吧？好，那我们去获取一下的，然后是若有就读取出要购买的信息，对，我们这里买到它，拿到我们去到了什么呢 shop 等于，然后使用一个叫什么呢，获取 MySQL 下划线 fetch， 然后呢是 ASSOC。 好，然后从结果集里头把这个值怎么样取出来，来把这个值取出来，这是我们要做的。对，刚才那个这地方怎么了，好，把这个值给咱们取出来就可以了。那到了第五步的时候，这个 shop 是存在值的，是吧？我们试一下的，哇，小心 dump 输出一下这个刀啦什么呢 shop 这个商品。好，我们来看一下的，在这里的我们选择浏览商品，选择这个耳机放入购物车，这时候就能看到你要买的购物车的这个信息了。那么如果要是我们选择一个不存在的商品，你看这里的，我们比如选择一个叫40回车，这就没有找到购买信息。好，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操作。好，接下来呢就是准备，然后呢干嘛呢，就是放入购物车，明白吗？放入购物车中，但是放入购物车中呢我们要添加附加信息。好，算了，我们直接写吧，直接放入购物车，因为我接下来写这块呢不是最终的写法，我们只是先看看 session 好不好用，好吧？我们去把到页面的最上面这个部位，我们去干嘛，去写一个箭头问号 PAP。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使用 session 之前需要干嘛，启动绘画，这地方我们需要交代一下的，往上拉，我们在这部位需要说一下技术点，哎，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意，在要使用 session 的页面开头
处使用什么呢 session 使它什么函数来干嘛，来启动绘画。好，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好，那我们继续写代码。所以说在这个页面里我们要用一个叫 session SSION， 然后是 start 启动绘画，这叫启动绘画。好，这就是我们启动绘画的地方。你说那每个页面都要这么启动是不是很麻烦呀？不是，确实这么启动确实有点麻烦，但是为了便于移植我们必须这么去写，知道吧？将来使用框架的时候呢，这种方式可以得到一个缓解，知道吧？可以得到一个缓解。好，我们继续往下去做。对，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启动绘画了，那么我 session 就可以使用了。好，我们选择叫 dollar 下划线 SESSION。 对了，我们 session 呢是一个容器，你可以随便往里放东西，但是要是直接这么放的话不太合适，我们要起个下标，然后放一个值，我们叫 shop list。 对， shop list 就是商品列表。那这个 shop list 往里放的时候我们直接等号叫 dollar shop， 那就等同于把商品就给放进去了，是吧？但是这么放的话有个缺点在哪呢，就是每一次购买的时候始终只能买到一个，也就是说有点像是限量购买似的。你看这个地方，我们去到查看页面里你去看的时候就知道了，这是你只看到了这一个信息，知道吧？我们去这么的去看一下吧。我们去写一个叫，这地方不说了嘛，我们再去浏览商品的时候叫我的购物车的时候是跳转一个叫 my， 你看我们点击过去看是一个 my car.pp 这个页面，这个页面里我们可以获取到你的购物信息。好，我们在这去做一下的，我们需要做到把 A 的 car Ctrl C 复制一份，然后粘贴，然后写成一个叫My Car 这个页面，然后打开这个页面里的，我们把这块叫查看我的购物车，这叫浏查看浏览都行，浏览我的购物车这样子的。好，在这个页面里的我们去浏览购物车信息就可以了。好，为了能更好的实现效果，我们把这个表格的信息呢暂时先去了，待会儿再去加，好吧？然后在这里我们使用一个叫 echo 啊，抱歉啊，然后去加一个 p 标签去格式化它，我们叫 pre 吧，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再去使用一个 pre 标签去格式化，我们想输出一个 dollar session 的值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吧？然后用一个 one dmp， 然后括号用一个 dollar 下划线 SESSION 就是 session 它的值。但是这个界面里呢有一个操作，就是这块你看它有一个这个信息，就是启动绘画，所以说我们这里能取的，知道吧？如果没有这句话我们这里启动是看不见信息的，知道吧？好，我们来去试一下的。你看我再去重新演示一下，我把这个记录给大家清一下的，好吧？然后在这里的我们去把那个 session 的信息用 cookie 的方式把它给清掉，然后是 localhost，找到它，我们找到这个叫 SessionRD。 好，清除。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叫浏览商品，然后选择这一个叫手机，我们选择放入购物车，那么我们这时候呢是添加到购物车当中去了。我的购物车里面一看是不是买了一个信息在这里边，你看数组只有一个，正好你买了一个商品叫手机，是不是就放进来了？因为我这里头做了一个局中排列，所以说信息呢是全是摞在一起的，知道了吧？全是摞在一起的。好，那这个信息我们可以实现放入购物车了，放入购物车。但是有个缺点，我们再去浏览商品，再买一个台电脑，选择放进去，查看购物车。你看购物车里放的是电脑，原来那个叫什么？手机没了。原因就是我们这里的放的时候呢，是每次往里的空放，就是只是一个放。那我们想这个值里边想放多个值的话，怎么做？是不是要应该定义成数组啊？对，这时候呢需要在这里加个中括号。对，这个意思呢就是可以放很多很多商品，知道吧？好，我们来试一下的。这个时候呢我选择浏览，然后放入购物车，
再选择浏览，再去放入购物车。这时候你再查一下我的购物车信息，你看到的就是艾瑞硕左右有一个笔记本，然后拉，然后有一部手机是吧，然后有个耳麦什么什么信息，是不是啊？我们在这里都放了很多纸进去，是不是啊？那好，为了能显示出效果的话，我们把展示页面给它写完。我的购物车里边我们来显示一下的。首先呢，我们还是要使用表格形式把它输出下的 table 表格，然后这里呢是 table 结束，然后 table 结束，在这个表格里边我们去写下的叫是表格线，我们指定是为一，然后呢它把 DTH 表格的宽度我们指定是600，然后我们给一条那个字段信息来做一次描述，然后 TR 然后杠 TR 结束。我们在这里用一个叫 TD 和结束的 TD， 我们叫 TH 吧，表头嘛。我们在这去显示一下的商品信息，来，然后叫商品 ID 号是吧，然后呢再写几个吧。好，这是我们叫图片，商品图片，还有是什么呢，商品图片，这应该叫商品名称吧，是吧，名称，对，商品名称。好，然后后边呢还有什么信息呢，我们这里的后边还有一个叫单价是吧，单价，价格是多少，对，然后再往后走呢就有一个叫操作。好，这时候我们再写这信息，具体的我们需要什么字段我们再加，好吧。那我们在这里怎么输出呢，既然是个 session 数组，那还不好说，我们直接写一个叫 for each 是吧，那么刀了下划线，然后 session 就是 session 这个值 is， 然后是刀了什么 v， 就是我们的一个个商品。好，我们来去输出下的它的操作， echo 我们输出一个叫 tr， 好，然后结束，然后我们在这再去输出一个杠 TR 结束的标签，然后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去放入的是它的信息，叫 TD 和结束 TD， 这里放的呢就是我们商品的一个信息，用花括号到了 ROW 中括号，然后商品 ID 号我们取出来了，然后一字流推我们把其他信息都给它完善出来。好，来看一下的商品啊，第二商品名称我们叫什么，叫 name， 商品的图片我们叫 PRC， 商品的图片，来看看啊，商品图片我们叫 PRC， 还有一个商品的单价 PRCE 是吧，单价，好，商品单价，还有其他的操作我们这里的先注释掉了，就留一个商品 ID 号码，好吧。好，我们这里的比如叫删除吧，删除，好吧。然后这个商品 ID、商品名称、商品图片、商品的信息，商品图片我们需要一个就是像这样似的一个 SRC 的图片，我们用一下了把它载入进来才可以。 OS 下划线呢载入它的是小图片，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用一个叫 AIMG 是吧，然后呢是 SRC 等于，然后呢是什么呢，是当前目录下边的 uploads 目录下边的 s 下划线，就是这个图片，然后把这个值呢再给它载入进去，叫引号，然后结束。好，这就是我们显示的图片信息。好，我查看一下我的购物车，刷新啊，这个现在信息呢有点乱，我再去给大家清空一下这个操作。好，我们去把这个呢重新删掉它，重新来，移除删除。好，这时候呢我刷新一下的是没有值的是吧，我们来继续做，我们来怎么呢去，哦对，这个地方在查看的时候应该加一个中括号嘛，叫什么呢，叫 shop list。 好，这是我们的商品信息。好，选择浏览商品，好，这个手机不错，放入购物车。好，这时候呢我们有个笔记本电脑也需放入购物车。好，我的购物车一查看啊，有两个商品图片信息，哎，这个商品名称值呢没有拿到呀是吧，
为什么呢？我看一下的哦，怎么是 ROW 呢？应该叫 $V 这个信息。哎呀，整错了啊。$V 这个值，这是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商品信息。好，我们再去浏览一下看看。好，商品呢就取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当前购物车的一个信息，在这里就可以得到一个展示。但是呢，有个缺点，就是我们再去购买一信息的时候，看手机怎么了，又多了一步。哎，这个手机这么放的话，是不是不合适啊？对，不合适。我们这么的放的话，等于是你买两部手机，它出现两个信息，应该它有一个数量显示乘以是两个手机，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得不再去加一个信息，就是数量。来，我们在选择放入购物车的时候，这个页面里头就是这个叫导入配置文件、获取事物连接、查询、获取你要购买的这个商品。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添加一个数量，的字段，这是我们要加的。所以说我们这里是 $shop， 然后中括号里面有一个叫 num， 它的值呢是等于一，这就是我们这个商品先放进去的。有了数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数量上的增了。但是这里放入购物车信息的时候也不能这么放啊，我们应该以什么呢？ $shop， 然后呢是中括号里面的什么呢？ ID 来进行放商品。这样的话商品再买再多它就不会重复了。而在查看这个购物车里的，我们再加一个单元，就是数量。好，我们来试一下的数量等于数量。那这个呢就是商品的一个单价和数量在这能得到显示。我们来试一下的这个。然后加一个什么 AUM， 是吧，这商品数量就这就出来了。我们选择再去浏览一下的我的购物车，浏览一看数量，由于这个字段现在还没有值，所以说我们这里头还没有它显示。我们最好做的呢还是清空一下购物车，重新再来一次啊。我们在这里清空一下的，好，我把这个三下地呢删一次再好，我选择确定，这时候呢再刷新我购物车就没有东西了，是吧？我们去有一个错误，我们是由于没有存在嘛，所以便利的时候会存在问题，知道吧？好，没关系的，我们再去这么浏览来看一下的第一步，这个错误我待会排除一下啊。我们选择放入购物车，然后再去浏览商品，再去放入一个笔记本进去，这时候呢查看自己购物车是不是两个。但是我们在这里在浏览手机的时候再放进去的时候，它浏览商品的时候你看还是一个，是吧？这个商品信息永远它是怎么样，只有一个，这个不太好，是吧？所以说我们解决办法是干嘛，是应该把这个商品可以不停的往里放，数量应该是加的效果，对吧？所以说我在这里呢应该实现什么，商品的已存在的商品实现什么，数量累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这里不得不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判断放入购物车这个地方，我们这里的若已存在，就是商品数量实现加，所以说加一个如果括号。怎么做呢？就是问 is set， 询问谁呢？到了下划线这个值是否存在，就是判断它是否存在，知道吧？来判断它是否存在，如果它存在的话就说明这个商品是存在的，否则的话就是新商品，就是新购买的商品。判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判断购物车里面你要买的那个商品是否在里面，知道吧？那么如果要是在里面的话，我们只需要拿到这个商品，提取到它的什么呢 AUM， 实现一个加加的效果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拿到的信息，就是说
弱商品存在，数量加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弱存在，数量加加，是吧？若不存在的话，就是利不存在。然后呢，是干嘛呢？是作为新购买的商品添加到购物车中。好，这就是我们实现的操作。来看一下的，来，我们再试一下的，再去选择买部手机放入购物车。这时候你看一下的购物车数量是不是实现数量加了。然后这时候呢，我再去浏览这个笔记本这个信息，我们再一打开，是不是两台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买耳机放入购物车，这时候你看看就一部了吧。我们再选择买一部，然后选择浏览购物车，就是两个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它的数量呢永远是一种什么加的效果，对，加的效果，这就是我们出来值。那么我们怎么实现呢？我再解释一下这段代码。对，第一句话的意思是导入配对文件，输入连接，这是我们查询。总共这四句话的意思就是获取你要放入购物车的那个商品，知道吧？也就是说，在这个页面里头，当我点击放入购物车那一刻的时候，会以商品ID 号为6的信息跳转到了放入购物车操作页面。我这里边拿到这个6号这个 ID 号，然后提取到要添加商品，经过判断之后，把你要放入购物车商品拿出来。这个地方的意思呢，给它的数量说实话为1。假如你商品第一次来的话，我数量给它设置为1，代表是第一个商品。这句话呢是干嘛呢？是做一个询问，就是说如果 session 里边你当前的这个商品 ID 号已经存在，说明这个商品已经放入购物车了，我呢需要做的操作就是获取 session 里边所有的购物信息里边的对应的这个商品 ID 号的商品，把它取出来，然后对它的数量进行加加，这就是我们的实现。由于始终是这种引用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只直接影响到session 的内部，知道吧？另外一个 session 的里边的 shop list 的里边商品数量进行商品进行直接添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这里没有的话，我将作为新商品进行添加到购物车。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浏览，我选择这个音箱的时候，点击进去的时候，由于这个界面里头还没有这个音箱，我点击查看就是一部，对，音箱这里就看到了。好，这就是我们放入购物车的一个简单操作，放入购物车简单操作实现的。在查看购物车里呢，其实就是做了一个便利输出，做了一个循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做购物车的删除和计算操作。